气的精神，一分一分的一直去把它抢回来，抢回来哦。所以其实今天还是很有机会啊，希望大家各位球迷朋友一起帮我们兄弟加油。虎爷啊，虎王，不是虎烂的虎了啊。我龙哥以前都没问题，当时那时候祝总那时候的那种经典的，就是你看。这是他成长嘛？是是是，他成长的时候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余柱。今天虎王乐天三上三下一下的吧，这一球勾起来右半边有，每次都给你勾出去，我就不相信，形成了一个三上三下，9-6，乐天目前三分暂时领先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有打击，真的也厉害。真的，他真的挥棒的那个整个 power 各方面都非常的好。龙哥，我不要。你看像统一高国庆都已经打到44、45岁了，还在打，对啊。这个球再度考验游击手阿坤，稳住传进来，漂亮。将脚程很快的陈成威刺杀在一垒前。对照组你就可以看得出差别在哪里。哦，林立真的。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滚地球，哇，相当强劲的穿越。今天前三棒有一些判断的 miss 掉，然后陈金会马上在场上就给他指挥。这个球左外野手往后推，谢谢啦，接杀出局。陈虎连续两局都顶住了，9-6，目前乐天三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圈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还有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